接着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要介绍今年主要的议题，就在 ChatGPT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 ChatGPT 是去年 OpenAI 十月份的时候提出，所以老现在来很好庆祝两百岁，200多岁的。好，那但是啊，其实大部分大家都比较聚焦它的文生很快，但是上它也有一个差异，就生成溢价。另外一个找主要就是它的语音访问字叫 Whisper， 可是像这两种其实现在也很烂。好，包括像我现在研习的，像刚才录影的片，你觉得我回去有没有的时间在读打字？没有嘛？我要生成字幕哈，我就请 AI 帮，因为它的正确率至少有90%以上。好，虽然没办法很正确，但至少有达到那么高的正确率，我可以不放弃的加进去。好，因为以前我们用的那种机械式的，包括 Google 的语音文字，或者像帮你做这样的剪映，好，它都有这种帮你添加字幕的功能。可是它是用机械式，机械式的口语化的单。口语化的大概准确度都赚不过80%都，可是只要老师提到专有名词或者是中医夹杂这两种情况下，这个正确率掉的话几乎是很难正确，是我们用 AI 辨识的，哎，这个正确率不会受到这个影响。甚至你知道吗，在这个场里面，比如说哎，我跟老师刚刚有在做对话，他还知道这个他讲，这是我讲，然后呢拍拍手会把你记录下来，笑也会把你记录下来，就把他笑死，好像电影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所以真的厉害，对对对，好，那这个是他三个领域哈，他在这三个领域做的这个，所以你看我引用一个就是 FB 上面的哈，就是说从他的发布到他变成有1亿的用户，哎，才几个月你知道吗？恐怖哎，有没有？差不多才两三个月不到，两个月而已，这是目前全球速度最快的。这个云端服务累积的使用者人数，再来他三月份又发布了 ChatGPT 4，我们现在用的免费是 3.5， 然后再来有 iOS 的 App 出来，再来就有谁安卓的出来，有没有？然后又写程式的，现在又加入他可以看得懂视觉，也就是你可以上传图片给他，他帮你去看，哎，像这样子，所以这些事情都在一年内发生。这个人是谁？什么意思？这个人是谁？这个啊，这个，对对对对对，那这个 Google 也可以做，对对对，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以图找图，最简单是以图找图啊、哦。但是就是如果你要辨识的更精准，那可能就是像对岸的那种监控方式，对对对，岸他除了对他走在路上，哎，就辨识出，对，辨识出这是谁，这是谁。所以为什么他们在那个恐怖分子不容易？对对对对对，走到哪就是到处都有监视，大的地方啊，小地方当然就没有了。对，好，那另外一个老师可以留意一下，就是你最近应该会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叫 AIGC，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人工智慧生成的东西，包括文字、图片、影片、音乐。反正只要用它生成都算了，好，所以你网络上找这个关键字也会找到很多。嗯，这个就是先把这些名词、哦、跟老师稍微介绍一下。好，那了解了之后，其实我们先看看，就是说它到底有什么特性。因为我相信应该老师都有注册这个 ChatGPT 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不用钱。哦，啊，你注册 ChatGPT， 其实在教学现场比较不方便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注册，要不要验证手机？高中生可能还好啦，可能大部分都有手机的嘛。好，但是如果老师上课是他们从来还没有注册过，一起注册的可能会失败，因为同一个教室一起出去大量注册，他会认为这可能是就是机器人的注册。好，那他现在验证包括什么？包括你的 email、 你的手机，还会请你填写年龄，像我们最早期注册的时候是没有问年龄，但是现在要问了，对，因为它跟 Google、Facebook 一样，要13岁以上才可以申请，哎，所以如果你年龄太小是不能用的。上面就是故意写，对，他会写，他会写，故意写是吧？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我指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还是要你自己，因为资料是你自己填的，对对对，你诚不诚实是那个哈，他没办法控制，对对对。啊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介绍比较方便，就是 ChatGPT 的那种方式，哦，那完全不用注册，教学现场就可以直接用，比较方便，而且它不会同步资料，所以你今天在这台电脑做的，
它就只存在这台装置上，哎，它同步是付费的功能，那我们不需要付费嘛，我们就免费就好。那老师我们看一下哈，就它的确实它的表达性啊、创造性啊这一块，是我相信大家有用过的应该就还蛮惊艳的哈，它很厉害，可以随时转换不同角色嘛。好，那创造性你会发现它有很多我们可能以前要花很多时间去想的，它现在就一下就做好。那当然其实很重要，就是以后至少我们跟 AI 会有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就是叫做人机这种人跟 AI 一起共同协作的过程。好啊，等到它比更厉害之后，量子时代来临之后，人类就不行了。好，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介绍。好，那当然它会不会有问题，有嘛，对不对？首先第一个，如果老师用的是免费的，我们 ChatGPT 的资料是不是到2021年9月？那除非你用比如说 Google 的 Google Bard 或者是微软的 Bing， 好，它就是做即时的查询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到底它有没有意识，以目前来讲应该是没有啦。好，那以后会不会像科幻电影这样有意识的，这是有可能的。好，因为当它的运算能力越强，尤其是量子电脑出现之后，这个进步会非常的快。好，非常快，可能就会有。那所以现在在现阶段哦，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，就是会有所谓的人工智慧幻觉的状态。所以你看微软的 Bing， 它有限制你跟我的对话是最多30个来回，因为超过这个可能慢慢的它就会有点偏离了。好，或者说有一些 AI 的一些自主的想法，哎，那目前 ChatGPT 是没有做这个限制。好，那微软的病友，那 Google Bard 目前也没有。对对，但是不可否认，就是你有些人就是故意会惹他生气嘛，哈，啊，或者是挑战他嘛，啊，所以就是有很多问题啦。当你对话越来越多之后，他的那个回答就可能会慢慢的有点不受控制。哎，那再来就是回答一致性，因为他的回答是用几率。所以你问他一样的问题，请问老师，我们会不会每次都得到相同答案？没有标准答案，对不对？会有类似的答案没有错，但是不会有标准答案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所以这个也是跟我们习惯的这有标准答案的不同。那现在呢 ，GPT 还有一个就是文本长度的这个部分，因为怎么样，它运算，我如果一本书丢给他，他没办法处理，因为这个需要很大量的记忆体。好，所以这个都是成本，事实上 AI 的运算成本很高，比搜寻引擎高很多。好，这个很差。好，那再来，对对对对，所以现在跟我们现在 5G 的这个网络一样， 5G 的应用有没有？有，但是因为现在硬体设备还不够普及，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辉达、广达这些他们会那么红，是因为现在还在打基础建设。你基础建设没有达到一个普及的程度下，你的应用就不会普及。所以现在看起来，哎，我现在是有大量的应用没错，可是还没有办法全面化。当它的这个基础建设完成之后，它就不是这样爆发，而是大量的爆发。那个年代很快就到了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抄袭的这些行为，不管是文字、图片、影片、音乐。因为它的训练资料是不是都是来自网络上的？那网络上的有正确的、有错误的、有版权的、有没有版权的，它全部搭进来，那自然就容易有这种问题。好，所以现在那个他们在 AI 生成图片这一块有在讨论所谓的 AI 的防伪身份证，就好像以前我们买 CD 不是有那种雷射防伪标签一样，就跟那个道理一样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生成之后，不管你怎么转，我都看得到。就看得到那个防伪的那个资讯，这样只是视觉上看不到而已。好，那这个会有啊，当然还有资安的风险，跟我们现在上网一样啊。请问你的个人隐私资料或私密资料会不会随便的公开在网络上？不会嘛。所以你在问 AI 的时候，如果有这种个人隐私的或者比较机密的资料，我们还是建议你用假资料问他就好。好，就不要丢真的，不然有时候你的资料就会出现在别人的回答上面了。
哦，这样比较危险哦，这个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的哦。好，那像他在 AI 里面哦，很容易得到合理但有可能不正的答案。比如说像老师都知道到几级有没有火车？有，有对不对？问到普里有没有火车？没有，以前有啦，运甘蔗的。哦，但是对对对对，但是现在就没有嘛。可是如果你要他帮你规划，他真的会规划的。所以你看，我用两个，好，用两个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，这个是用 ChatGPT， 就是他的回答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哎，其实这里我用的就是 ChatAPT 会了，好，因为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，它可以把对话保留起来。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跟 AI 的沟通，它不会问一样的问题，不会得到相同答案嘛，所以这个记录保留下来很重要。因为我可以把我跟他对话过程之还原给你看，你还可以继续编辑，这样了解。好，你看我请他帮我规划台中到埔里的铁道底线。好，你看哦，他说，哎，你可以从台中，哦，然后接着从南回就可以到埔里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就开始跟你介绍南回是很漂亮的，因为我们住在这里，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鬼扯淡。对，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外国人照这个来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到家，可是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很合理，对不对？他也告诉我，哎，有普悠马号哦，可是普悠马号根本就没有在那个路段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是支线啊，不可能有普悠马号啊。好，类似像这样子，是不是就有问题？那老实讲，在 ChatGPT 这种状况比较多。如果你用的是那个 Google Bard。或者是微软Bing，因为他们有查询即时资料，他还要去比对现有的那个道路铁道的资讯，他会告诉你，哎，你可能要转搭什么车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他们现在其实都有做修正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所以这个部分会像这样。好，好，那再我们往后面看哦，这件事情应该可能老师会有点印象，好莱坞有没有？今年不是导演就编剧然后跟演员同时罢工。大概演员好像罢工了大概半年，好，那这两个当然最近都已经解决了，就停止了。可是为什么他们要罢工？因为 AI 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他们主要的诉求呢 ，AI 不是最主要诉求了，主要是那个薪水的分配嘛，那个利润的分配。但是 AI 也是一个成因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演员很多，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，比如说像成龙啊，或者一些那种特技。他可能是亲自上阵，或者是找替身。替身，对，现在不用替身，都是本尊，但是是数位分身。也就是说，危险镜头，或是有一些需要特效镜头，你来，然后呢，把你360度扫描，我就取得你的数位分身啊，你回去了，你不待机啊，你不用演了，因为剩下的就他来演就好了。对，所以他们演出机会是不是就减少了？好，这是一种。第二个。我们很多电影，假设比如说迪士尼的卡通到台湾来，是不是要找台湾的配音员？好，然后上变成中文发音，现在也不用，你知道吗 ？AI 直接原始的这个原本的演员直接讲国语。好，也许现阶段可能主要角色还会找配音，但是次要角色都不用再找了 ，AI 直接帮你完成的，这样很可怕吧？那编剧更不用讲。因为 AI 最会的就是胡乱，没有啦，他很会天马行空啦，对不对？他有很多创意啊。那编剧会不会受影响？当然会啊。编剧就是要创意啊。对对对对。可是现阶段来讲，我还是提醒你，就是说现阶段还是会有一段美好的 AI 跟人的协作的年代啦。好，等到那个年代过了，哎，就是 AI 能力超越人类的时候。有可能的、啊。好，那我们后面等一下会看一下有那个预测。廖老师这样，老师会不会失业？老师不会失业，因为老师要负责来现场搬桌椅、擦地板，对，要播放影片，要改作业。好，所以其实我们给老师看到，就是说 AI 现在就不是技术问题，技术进步的很快。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法律跟道德层次的问题。比如说现在 AI 他发现好用，那用在战场上
有没有很危险？对，好，对不对 ？AI 可不可以杀的？可以，也可以救。那这个可不可以合理？在法律上合不合理？道德上能不能做？都是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那现在的 AI 就看得到前景，因为确实是往这个方向发展，但是前景还看不到，因为现在在烧钱。我们刚刚讲的基础建设还在做，好，所以你看到现在有赚钱的 AI 公司不多，好，但是 AI 这个工具会变成，你看以后老师用搜寻引擎、用 Office 有没有都整合 AI？ 就是说每一个现有的这些服务、这些软体里面。AI 以后就变成我们文字工具啊，那一样，它就是标准配备，只是有些有特化的 AI 有特异功能这样。好，那这个，然后再来就是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都 AI 不是强调你要会问问题吗？那个 promote 要会讲啊，怎么跟他沟通啊？你今天不会问问题，你用问搜寻引擎的方式啊，比如说这家那个这家店在哪里？啊，这个路怎么走？我跟你讲，那个你用 Google 比较快。可是你问 AI， 如果你问这样，他就弱弱回答你。但是如果你会问他，比如说像我们常同学可能心动啊，这个人帅不帅、可不可爱、漂不漂亮，那这个是不是因人而异？如果你都只用这种名词问他，他就随便给你一个嘛。可是如果你跟他讲，哎，这个帅啊，要怎么样的帅啊，要长得像谁，身高多少？啊，整天你把它形容的有越多的专业名词、专有名词，越精准的一个形容，哎，他给你的就会是比较接近你要的，而不是他任意生成。这样你了解？好，所以要会问问题。那再来，当然就是他的知识库、资料库是很大，因为都是来自全世界的网络上的资料嘛。可是呢，他的好处是他不食人间烟火嘛，也就是说，他不会因为啊你的身份。然后你的这个地位不一样，我给你的回答不同，他都一致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啦，他就没有情绪嘛。好，不会说因为你怎样我就生气，我不回答你，不会。好，这个是他的优点。好，那了解这样概念，你看现在有没有很多 AI 主播？有吗？台湾的就是这个嘛，林夕嘛，哦，对呀，对呀，哈，好。在我们往面看，看这边，好，刚刚讲的 AI 孙燕姿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老师你可以自己找找看，他突然会唱很多歌的。可是其实说真的，有时候听这种歌，有的也许还可以，但是有很多你听起来会怪怪的。所谓怪怪就是没有灵魂的唱法，好，还是你会觉得有差。初音发展比较久，所以你看日本、韩国他们现在会有所谓虚拟歌手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也是有真人的那个声音下去再把它做分析啦，哎，啊，这个就反正现在技术上都不行。那至于说这些所谓的科幻电影，老师都可以看一下，因为里面都会提到人类跟 AI 的一些可能是冲突啦，或者是合作的这个部分，但是你会发现冲突的都比较多了。好好，那我们再往后面看哦。这个倒是老师可以参考一下，因为刚刚大家担心 AI 发展越来越厉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国外有研究机构针对可能2075年，我们就有机会看到五大灭绝的情形 ，AI 是其中，啊 ，AI 算是其中一种可能失控的状态了，啊，气候变迁是不是也是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气候变迁嘛，好，那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或者是。就是那种 COVID-19， 对对，我们现在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就这样断定，但有可能，也许以后，哎，现在有一，比如说像蚊子，有没有？之前巴西还有现在一些，就是它蚊子很多，它就把蚊子基因改造之后再放回大自然，因为它不会生育。可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这样 OK， 但是这个人类的小聪明到底会不会造成以后的大灾难？不知道。呵呵，好，所以像这种就是直接修改基因再放回去的，这个也有可能会以后的问题。还有现在是不是大家都在找新能源？哦，他有提到万一发生意外，可能这个爆炸因为能源威力更大嘛，所以也有可能造成灭绝。好，那这个有兴趣老师你再去看一看就好了。
哎，我们就看一下，就说，哎，你知道说，其实反正也有人在关注这一方面的啊，因为这是整个内的发。好，那至于这个原理，我就不用再讲了，因为各位饭好，我是大企业。各位饭堂好，我是大因为那个是 AI 的，它前面是一段 AI 的，对，好，好，缺的继续带这个呢，我不再讲。来，我们再往后面，这个老师应该都有用过了吧？哎，缺的 AVO 你们没用过？到处都聊天，就是来我介绍一下这个缺的 AVO， 它好处第一个不用注册，所以打开网页就不用；第二个它有中文，繁体中文。好，你看我们的 ChatGPT 现在的中文还是那个就是测试版哦，对，而且很慢才推出嘛。再来它可以把对话分享跟汇出，就像老师刚刚看到我的那个对话过程一样，好，你可以把它分享出来，所以不会说因为你用的是免注册然后那个就不能拿出来，好，它没有这样子，它这个是还算很方便。然后另外它有预设有一些角色或者提示的范例，可以就是给你直接点选，那你就直接用。好，那后面这个功能它现在最近把它改成就是付费版可以用，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ChatGPT 免费的是不是只能查到2021年9月的资料，好，那现在你要 ChatGPT 能够查即时资料，那是属于付费的功能。好，最近它是把这个独立出来了，所以老师您可以打开这个网站，打开它。应该是说它会帮你记录在这个装置上，所以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那个平板，因为平板基本上没有还原，所以上一个同学问的问题会留在里面，可是它不会记录你的个人资料，也就是说你也不用登录，哦，它有登录的功能还会在，但是就是只在这个装置上，哦，除非你要像我要把它拿出去，就是我要分享出去，那这个对话就必须传到他的伺服器上，那就会就是会公就是可以分享，不然的话资料只留在这里，因为它的同步功能是属于付费的。对，那您看这个界面有没有感觉跟你用 ChatGPT 很像？左边就是对话，对，它本身其实就是哦，有，那都是付费的，那都是付费的。对，也就是它也是借接到 ChatGPT 啦，只是差在它也提供免费跟付费，那又提供比较多功能这样子。啊，那这样子相对比较便宜啊。你说 ChatGPT 对一个月要20块美元，对，600块啊，600块，它相对的我有249块。对啊，可是。ChatGPT 有它的优点啊，因为它可以串接更多服务。因为它这边里面说，对，它这边没有，对，它主要就是接这几个功能的，好，比如说你到 Midjourney， 你到变成 Line， 有没有？好，但是它在这边也支援什么语音输入？你看我们在它下面这里，有没有？你可以语音输入说，哎，我要什么样的语言？好，然后再来就是风格，你也可以选择。我们预设通常都在平衡。但是如果你希望 AI 比较天马行空的，你就有创意的，你希望它少讲一点废话的，用精准的，因为 AI 很会讲废话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回答的过程，你如果希望它用繁体中文，你可以告诉它，请你用繁体中文回答。你看我们用 ChatGPT 是不是都要自己告诉它，请用繁体中文回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里它就可以直接指定。当然我们还是不可否认，因为对岸的资料简体字内容是不是还是比我们多很多，所以其实回答过程里面还是多多少少你会看到简体，没有办法完全避免，可是你在这边直接指定相对机会少很多这样子。哎，好，所以你看就可以这样直接用。那它有一些预设的角色是不是可以选，还有一些预设的这个范例你都可以从这边去切换，这样就可以简单的先拿来用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功能，等一下我们从后面这边再来跟大家介绍你去怎么去看这些内容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先从这里这样看过之后啊，老师就可以大致上了解到，哎，对了，后面像这个 Google 的病啊，或者是微软的 Bard， 这个你都可以参考，因为现在他们都已经有什么有支援中文的，你看到 Google 的这个到7月13才开始支援中文，
对，所以你之前没有资源中文之后，其实你会相对比较不好用，就是以我们中文的使用者来讲，那你现在用它就很方便。那 Google Bard 的好处是什么？它跟我们用关键字搜寻一样，会帮你把你的对话、你问题通通都记录在你的账号里面，所以你走到哪里就是自动同步。你看我们那个关键字搜寻，这里也是这样，你只要有登录你的账号，你曾经搜寻过的都会跟着你嘛。哦，就是这个个人化 Google 还是它的强项。好像并比较没有。对对对对，并比较没有。现在并可以做那种图像生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 Google 目前也有，在 Canva 里面找得到。所以 Google 也有，它只是没有整合在一起，它没有说哎，我透过这个文字直接生成图片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好。对对，所以你看哦，我在这个简报的29页这边有简单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这三个平台他们的这个特性。好，你看资料来源有没有，后面两个都是即时的。好，然后呢账号需求这个都还好。好，那费用的部分目前 Google Bard 都是免费的。好，中文这个就是嘛，其实三个都有。然后呢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的那个病的部分、哦、就是微软的，它是没有分享对话的，它是没有一个分享的功能。那语音输入其实现在都有、哦、虽然 ChatGPT 本身没有，但是你透过一些外挂它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嗯 OK、哦、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先让老师稍微了解一下，你看我们主要用的平台主要就这几个、哦、就文字生成图片是用病比较好。哎，因为并有一个叫 Image Creator， 对啊，那是也是最近才推出来的。对对对对对。Bard 的部分它是独立出来用，也就是它有另外一个网站，它不是在 Google Bard 里面直接说我要生成图片这样。那并是可以单独用，也可以一起合在一起用。会把它另外再再对对对对，它应该说它打开另外的网址。嗯，它可以帮你。对对对，它这个一个平台，对，好，那。